为什么我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呀？你是人，我们才是同类。人鱼传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。不是，就在活生生的人鱼身上做实验，你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错吗？人类根本就是无情，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，跟你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驯服不了他的。你是个浪子，妹妹注定不能考好。我们的族人都在接受痛苦，包括我。 我警告你，离他远一点。你知道那些人散了族人们等你等了多少年吗？妈，我是想救你，等驰路来了就来不及了。人鱼公主山上流淌着女王的血脉，她注定要成为我们的领袖。是她杀了我吧？你以为程浩会因为你们这几个月的交情就背叛他的父亲吗？现如今我父亲已经不在了，他没走完的路。 我会继续替他走完。我也不可能就为了我的人鱼族要了他的命。你怎么知道上一秒戴着伪善面具，他下一秒不会变成一个恶魔呢？够了！生命的价值在于平等，人鱼也是有情感、有智慧。一旦我心里有了怀疑的种子，他早晚有一天会生根会发芽。我们是人类，万物之灵，为什么就不能做人鱼实验？ 没有错，是这个世界错了。整整20年了，我就一直活在良心的谴责当中。别再为自己找借口，他们的命就不是命吗？救了他们没有办法救你自己。 是你自己，你亲手毁了这一切。